时尚加点料，一周大联播。拥有美貌的女人让人嫉妒，拥有智慧的女人又让人羡慕。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女人，只能让人佩服佩服。赵薇就是这样一个让波叔佩服的女子。她身穿 Smolny Rocha 2015春夏不规则连身裙亮相，弧线开口露出精致的小腿曲线，红唇呼应红色缎面高跟鞋，满是娇媚。褪去了小燕子的张扬，却多了粉因岁月而沉淀的从容。作为娱乐圈的时尚女神，绯闻界的天山童姥，范爷用宽松简单的白色中袖上衣搭配 Valentino 2015春夏五彩露花半身裙，露出手臂拉长比例，经典的黑色大波浪增添小女人味儿，青绿色浅台高跟鞋优雅无比。冰冰范，你是在宣传电影还是宣传自己呀？同样忙宣传的还有准新娘刘诗诗，剪辑定制金色礼服衬得诗诗肤白貌美，亮金孔雀印花颇具中国风，加长的肩部细节英气十足。 Jimmy Choo 金色高跟鞋金光闪闪，宛如行走的精英女神。妮妮着一身 DNG 2015春夏蕾丝连身裙，搭配黑色绑带高跟鞋亮相某派对，摩登感的发型搭配复古的服装，碰撞出一种异常灿烂的火花。从下往上看腿美，从上往下看脸美，加上优雅迷人的微笑，这样的姑娘波叔怎能不爱。在这个万物复苏的春天，除了女神，女神经们也都悉数出动。曾经的女神大 S 如今也难逃黑榜魔爪，还身穿 Black Girl 2015春夏皮衣长裙出席活动。相比秀场模特，她可是真真的 Double Kill， 双倍大的脸，双倍宽的身材，当了妈就什么都不要了，你还我美美的身材来。秉持着没有最丑只有更丑的原则，秦岚马上穿黑衣来一拼高下。她身着 Anona 2015春夏黑色抹胸切口裙登场，中分黑直发搭配皮笑肉不笑的表情，一对民族风手环卡在胳膊肘如同女战神，绑带鞋和切口裙更是神奇呼应。如今连嘎嘎都从良啊，秦岚小主你还有什么想不开。而袁姗姗更是自黑界的杰出青年，她身穿 Troy Burch 2015春夏短裙亮相新剧发布会，虽然尽力用高腰款拉长线条，却无奈有一双粗壮的小腿，再看头上顶的更不知是什么鬼，凌乱的小卷和过高的刘海，仔细一看竟然还那么的油腻。看到珊珊努力地走在半老半丑的路上，波叔只能说慢走不送。年轻不是美的理由，年龄更不是丑的借口，但不管是谁披上婚纱都是最美的新娘。娱乐圈高龄新娘数不胜数，却一个比一个美艳动人。今日伊能静也以46岁高龄再次出嫁，首次穿婚纱的伊能静自然是要过足瘾，四套 Vervo 婚纱礼服就花费50万。接亲出门时的婚纱，一是穿的主礼服，晚宴上的小礼服， After Party 的海滩装，美得让人目不暇接。新郎沉静大气，新娘娇羞美丽，一副佳偶天成的气场羡煞众人。时尚加点料，一周大联播，身为单身狗的波叔只能含泪送祝福了，咱们下期见。